平常吃的便当，你知道，现在人变成90块了。我来问他说，啊，以前不是只有70块吗？物价上涨，连台北市长柯文哲都有感。北市府宣布疫后振兴2.0，七大利多大秀政绩。市集振兴就是很大家最近有看到，台北市有非常多的市场，像商圈正在做振兴活动，会投入了将近1500万。那等预算通过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实施。那6大票券里面总金额将近是5亿，我们希望能够刺激消费。柯文哲简短致辞后，把记者会版面全让给黄珊珊，有意帮他铺垫曝光版面。不过现在黄珊珊对手陈时中却是第一个跳出来说后悔投给柯文哲。对啊，自己的眼光不足吧？确实，柯P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在一开始那2年，确实是有做一些事情。陈时中刚讲完，脸书上医师纷纷盖起后悔支持过柯文哲楼。台大妇产科医师施景中脸书上坦诚，包括我所认识的有投他的人都彻底后悔了。牙医史淑华留言叹气。中山医大附设医院儿童急诊科主任谢中学也说，每看到他，听到他的言论，后悔之意就会涌出。为何后悔？陈时中紧扣智商题。人到你到一个年纪之后，基本上是看自己的努力。那智商呢，是小时候大家在评比、在教育的时候有各种一个评量的基础。那我都可以预测的哈，台北跟新竹哦，有第4个候选人啊，叫柯文哲，猛攻柯文哲哦。那我在边缘化其他的候选人，这因为我实在太熟悉你们的战法了，所以。你们就自己去玩吧，不理你。眼看这波后悔投柯潮不断涌出，让想靠政绩扳回一城的柯文哲没面子，柯文哲干脆直接相应不理。3日许千林、凯军、马运侯、彩虹台北曾报道。